这是阿信的那个拍剧的那个地点。那阿信这个剧呢，已经还蛮久了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相对那时候拍剧的时候，已经蛮多改建了，很多的现代建筑。是免费可以使用的平仓，然后觉得脚手的酸的话呢？都可以自由的使用一下，它是属于酸性的泉体，酸性的泉体啊，虽然颜色没有这么的深，但你会闻到有硫磺的味道。哎，对，那个味道已经出来了。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，尤其是叫做美颜汤，酸性泉体的话呢，是保护皮肤，增加皮肤的这个湿度，然后甚至帮皮肤变得比较润，能够跟他们的那个泡汤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容易，真的可以做一做一下。这边的温泉的温度呢，一般正常大家在泡的温度呢，还要来的高一些些。现在呢，约在前方我们第一条桥的位置，前方那个第一条桥的位置，我们在那边来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我们再上去，然后再打。这种木造建筑啊，一起火啊，就是整排一起烧，所以说呢，才有这种灭火器。这每一家每一户前面都要必备这种灭火器。它的地图也画得非常的水墨画，这个感觉也还不错啦。
吃居酒屋。要把这个鸡肉汤吃掉，煮下普通卤面之后呢，就是吃完整个套餐了。哎，那二姨，随时可以离开。不行啊！对呀，其实日本人也蛮吵的。火锅呢，还是要麻烦要有一位代表稍微把那个肉给翻煮下去，一直放在上面。